姐姐跟弟弟在看砖块，你们在干嘛？我要叠房子。叠房子？嗯。你认真，我只知道你的手已经脏了。哎呀，又给我摸衣服，真是！哎呀，姐姐你也是，你们习惯性手脏了就给我摸衣服，哎。好好好，可是弟弟很明显手脏，你看他衣服也脏了，都已经有灰灰的在身上了。这个是地砖，这个不是用来盖房子的，这个是用来铺人行道的。18块一个。对，18块一个。来，你们要扛一个。扛一个这个干嘛？一块，你要带。我想要扛三个。你买这个要干嘛啦？我问你。扛这个。抬不起来吧，姐姐？这个十几公斤哦，那个11公斤。我抱着弟弟。啊，那你扛起那个吗？哦，姐姐很大，但是那个砖块是不一样的哦，它处理的地方不一样，它只有手臂可以处理而已。抱的话，你可以用腿要力量。一定给我放回去，不要给我玩那个，不要给我玩那个，到时候掉下来坏掉的话，你要赔18块，知道吗？放好，不要再玩这个了，放好。